都还没玩到。你现在干嘛？现在准备上班下班。这球场应该两个人有一些回忆吧？意义太大。骑马万人组，献上你的祝福。谢谢。放假日你不会挑练习日哦？你们放假、哦？你有看到他来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看到，我不知道啊。这谁请的？谁请的？谁请的？人家这放假时间呢？啊，朱子今天没空啊。朱子今天没空，要不然他也会起来。对啊，他献他，我是要献花啦，朱子要献果。嗯，对。然后结果朱子有事不能来，这样子啊、嗯，很可惜啊。嗯哎，我相信他心里应该很多画面啊。那其实我们在旁边看了，其实也有点感伤，毕竟那是我们吃饭的地方，然后现在的确要离开那个地方，很多感触啦。希望就是选手可以好好珍惜在上面的时间。哎，现在小孩子不好教、哦，所以要多点耐心啊！啊，对，我觉得这的确要，嗯，然后多充实自己。虽然我也没有常常在充实自己，那我觉得多看、多学、多问，我觉得会有进步了。嗯，谢谢。